那我们一起来做早餐沙拉吧。我们需要准备红薯、藜麦，还有其他的营养食材。首先从煮藜麦开始，藜麦属于全谷物类食品，富含有蛋白质、膳食纤维和 B 群维生素。接下来把我们所有的食材切碎，不同颜色的蔬菜意味着给我们身体可以获得一系列的维生素、矿物质、抗氧化剂，有助于保持我们身体健康。现在来调一下料汁吧。我们制作的料汁会更健康。制作的料汁含钠量、添加糖分、脂肪相对比较低，因为我们可以自己控制。我们应该在上餐前切好所有的配菜，食用时将绿叶蔬菜、藜麦和配菜分成，在上面可以放上鸡蛋、料汁和南瓜子，以获得额外的酥脆口感。看看这份早餐沙拉颜色多么鲜艳呀！的食谱和其他美味佳肴，请访问 livehealthycook.com。